我们都是被骗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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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当年自作聪明，现在可好了。九叔公，莫急，莫急。当年哑巴流向火海，白说，人藏在哪儿了？人藏在哪儿了？现如今，你又自作聪明，我就说早该杀了他，大不了一走了之，换个地方再搞。现在，我看你该怎么办。 小六子，你带他们出去，我去找尹啸天。